宅家一定要躺平吗？这次我要活力上场，换个新看法，哪里有热爱，哪里就是运动场。期待流汗，也期待流汗后的小满足，新鲜在线才能状态满分。康佳旋转智慧瓶，双十五天生态原先冰箱，让宅家的日子不躺平。我是金晨，6月17日晚上8点来康佳官方直播间，康我宅家活力 up。